旅游度假就同城，放心有保障，说到就做到。同城旅行邀你收看，灼灼风流。哦，对了，当年薛孝堂骤然离世，你坚持为他守节，如今五年之期将满，你可有什么打算？父皇，皎皎突然想起，明日就是簪花诗会了，女儿得先回去准备一二。也好，那你去吧。能见识姐姐们的舞姿，卓华真是三生有幸了。那就喝点，来，加上加上，来来来，等我等晚上晚上，来来来，妹妹，必须的，来，祝贺，来，谢谢谢谢，恭喜，谢谢谢谢。我告诉你啊，托你的福，我这院子就等着坐地起价了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今日太高兴了，来，娘，我中贡士了，您看见了吗？我离梦想又近了一步。我是柔嘉公主身边的曼儿，穆姑娘，明日公主在皇家园林举办簪花诗会，听闻您为女子争光，高中十七名，让我亲自来通知你一趟。快快，谢谢姑娘。柔嘉公主，快看看，哇，小姐，嗯。小姐啊，就你那师兄那样能行吗？我是啊，我那师王爷，淮阳散那边有了新的线索。当年的太医院掌院傅盛如潜心研制了一种新药，根据御药房的记录，他耗费了不少制仙果。这个傅盛如便是当年我母妃难产婚事后被抄家的太医。不错，他是元光二十五年进入太医局，同泰三年升任掌院，后因医治云妃娘娘不利，畏罪自尽，死后家里还被翻了个底朝天。那其他那些受牵连的太医为何没有被抄家呢？或许因为他是掌院，所以要负守则。你说的也不无道理，可是本王始终觉得这件事里面没这么简单。王爷是怀疑这幕后之人趁着云妃娘娘轰逝，先帝盛怒的当口隐藏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，甚至销毁了关键的证据。
王爷，那穆卓华的来历没有作为，上次的天通山之行也并无可疑之处，难道他和幕后之人没有关系？难道你希望他有关系？我这不是希望能尽快揪出幕后之人吗？他要真是敌人，咱们正好可以顺藤摸瓜。他虽非局中人，却为本王解惑不少，间接帮助本王破局。您不会真要把他收归麾下吧？本王身边危机重重，他那么怕死，算了吧。哦，你去告知何心，让他快马加鞭，亲自去一趟江南。金红兄，森兄，金红兄，你可算来了。在下方志远，荆轲春闱位列第十，沈兄三科第一，问鼎会员，在下佩服。奉兄过誉了。金红兄，咱们这边坐。听说沈兄那日被一群媒婆追了一路，最后不知是哪家媒婆追上了。诸位莫要开我玩笑，未成功也，何以为佳呀？沈兄是连中两元的大才子，怎能叫未成功业呢？未成一品，不谈婚嫁。还是沈兄志存高远，我等实在惭愧。哎呀，你们就别拿沈兄打趣儿了。来，金红兄，别理他了，咱们喝酒。来，大家喝酒。不过就是个趋炎附势之徒。那个孙云谦的父亲是工部尚书孙儒。哎，话说，诸位可曾见过榜上的另一个奇人？文兄是说，那个排在十七位的穆卓华。不错。这可是自有女子参加科考以来最高的名次了。我记得这穆卓华，京艺一科是与沈兄齐名的。京艺一科可是只有两份武凑卷啊。京艺一科死记硬背即可，真正看一个人的才华，还得是诗赋与策论。此人诗赋是以中，策论也不过是中上而已。今年上榜者100，100份策论卷有99份策论。皆言对外避战，答了评鞭策，却有一份乙中的卷子，立场主和，答的却是仰鞭策。主和？对北凉主和？北凉侵略我南城边境，贼心不死，怎么求主求和？这样的试卷，凭什么能拿到乙中啊？你们说是不是？这样的人，心里面可还有家国大业？就这能过？仰鞭策，亏他能写出这三个大字儿。一介女子，也就这等演技了。金红，你怎么看？在下觉得，穆共事的这篇策论很有意思，也很有想法。金红，你怎么会这么想？这种策论只有贪生怕死之辈才能写得出来。大丈夫处事，应顶天立地。主和并非是贪生怕死。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上策。北凉那些人可都是宁死不屈的硬茬。这姑娘家家的贪生怕死也是人之常情，难怪会主和了。女人就是女人，生性柔弱，这官场战场本就不是他们该来的地方。那穆卓华今日怕是不敢来了吧。以他的食材来了，怕也是颜面扫地。以一女子的身份混迹于男子之中，
实在是不伦不类，有失女子贞洁呀、啊。就是，真是晦气。你又不娶她，晦气什么劲儿啊？今早出门便闻喜鹊啼叫，我就知道会有好事发生。果然，这远远的就听到有人在不断提我的名字。在下穆卓华，见过各位同科。穆公使，沈兄，恭喜沈兄荣登榜首，文征楼内有幸领略沈兄的冠绝风姿，当真是雄才伟略，笑看飞羽。不与庸碌同流，着实令人佩服。穆公使，谬赞了。无知妇人，说谁庸碌？他不过是侥幸登榜，竟也敢在我等面前大放厥词。你瞧他会数吗？这位同科，在下不过是夸赞沈兄罢了，何来厥词？这妇人二字，在下领受了。可对着无知二字却是大为不解。在下寒窗苦读，凭着真才实学参加会试，经过诸位考官大人的评选后得中信榜，怎么也和这无知沾不上边吧。哦，这般说来，在下的确并非文武双全之辈啊。你说得好。免礼，本宫不才，忝为今日簪花诗会的主办人，权杖各位赏脸。公主德才兼备，实乃天下女子楷模。你们与本宫相熟吗？你们只不过听说了本宫的一些事情，便断定本宫德才兼备。对于穆姑娘，你们也只是听说她是个女子，又无背景，便断定她无才无德。公主恕罪。尔等学识比之诸位考官如何？吾等不如。自知不如，又何必质疑考官的评判？论才，本宫不及诸位，未免遭人当面腹诽，背后议论，这主办人不做也罢。你们全当本宫是来赏花的，其余请自便吧。公主殿下息怒，今日之事错在在下。不错，你身为会员，众人以你为首，你若持身公正，以身作则，他们就不会言行失当，肆意诋毁一个姑娘。公主教训的是我等，读万卷书终究不及公主行万里路，读圣贤书却不解圣贤意，幸得公主教诲，当如当头棒喝，醍醐灌顶。方才穆卓华所言不错，尔等轻慢他，
不只是质疑他的才华，更是质疑考官的清白，朝廷的公正。这簪花诗会世人瞩目，你们真以为今日只有本宫在此？若此事传出去，尔等的功名前程还要不要？哎，陈儿，别忘了我们此次是来旁听的。黄姐如此偏颇的女共事，我反正看不下去了。朝廷并不是容不下质疑之声，况且穆竹华的名次本来就有待商榷。太好了，大殿下与定王殿下是帮我等说话的。大殿下哪里是帮我等，分明是不忿公主指摘沈惊鸿。参见大皇子殿下。既然已经公布了名次，又怎能说有待商榷呢？他的策论利益太差，满纸荒唐。见过皇叔。参见定王殿下。这就是小人的答案。这不是文章楼内皇叔看上的那条小鱼吗？皇叔对他好像特别上心。哦，不过是判卷时几位考官有些分歧罢了，对吧皇叔？你说你的，莫拖我下水。今日是簪花诗会，诸位吟诗作诗，莫要因我二人打扰了诸位的雅兴。若不是皇姐偏颇，我也不会出来。是谁有失偏颇？有些人没见过文章，就对一个人的性别、身世、品头论足。难道殿下认为这便是公正吗？这些人偏颇，沈惊鸿也没出言妄断，皇姐为何如此苛责于他？他为榜首，便为表率；不能为表率，便不配为榜首。既然身居高位，我对他要求自然也会多一些。皇姐就会强词夺理。皇叔，您认为如何？人心本就是偏的，若要抛开一个人的外表和身份去看待别人，确实不容易。皇叔言之有理，以往的簪花诗会都是以花为题，各自作诗，众人品评，如此一来便会有人趋炎附势，这对评判也少了些公正。今日诗会倒不如效仿会试，众人匿名写下诗句，由一人念诗，众人品评，如何？这主办人是你还是我？啊，自然是皇姐。那你定这新规矩只是为了看热闹？我与皇叔既然一起来了，那自然也会一起参加，只是不知道皇姐准备了怎样的彩头。随你们吧。本宫举办簪花诗会，自然准备了好彩头，诸位先落座吧。
树大招风，低调行事。谨记王爷教诲。怎么了，皇叔？你瞧着，我定要向你证明，我瞧中的人，定要比那女子重用。拭目以待。王爷这等容貌，当初将他认成小秦宫小官，也不全是我的错。今日诗会以牡丹为题，彩头就是这盆青龙卧墨池，至于另一个彩头是这孤本苍灵志。苍灵志，苍灵先生临终遗作，此事唯有一本，竟然是今日的彩头。若眼前摆的是苍灵志，那我便是鸟为食亡也值了。来，王爷，对不起了，我不能低调了。穆公使，嗯。王爷说吃饱了好写诗。谢谢。分明像只乞食的松鼠。与大殿下真是吃饱了撑的，他们一来，诗会的气氛都变得跟官场似的，这不捣乱吗？全力才凑了这四句，真的好想要苍灵纸，得想想办法。谢谢。金皇兄今日定还能夺得魁首。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，虚心万事能成，自满十室九空，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你今日写的还是边塞诗？今日我写了这玉兰娇娇。好诗当找个合适的人来读，才能读出那份味道。那
穆哲华，你来。是公主。公主，小人诗才不佳，做不出好诗来，便领公主之命，送诗与诸位听。一号：牡丹才过杏花开，芍药成荫覆绿苔，最恨无情杨柳树，空山常伴夜原来。五号：生来金玉蕊，偏爱老村香，何日相留盼，安无相思长。你觉得这首是什么？这首我想。十五号：流霞攒金真国色，一簇红英尽山河。真这遣词造句真是直白粗糙啊。是啊，难登大雅之堂啊。策马临风饮霜雪，正清人和太平歌。哎，皇叔。无妨。这绝对是古往今来第一首牡丹边塞诗啊。是啊。太好了，可谓是开创了一个新流派啊。错了。皇叔，这首真有那么好吗？我怎么觉得还不如五号《生来金玉蕊》那首呢？十三号：百卉千芳争秀艳，新枝细蕊嫩如霜。接下来宣布投票结果。五号，穆公使，读诗辛苦了。十五号，一号，三号，请用茶。十五号，谢王爷。王爷，这是发现我的用它了。十五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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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号，十三号，十五号。结果已经揭晓了，正是十五号诗作。那么现在就请这首诗的作者出来吧。没错，一定是我。皇叔赢了，自然也是我想要的结果。无妨无妨。但这诗也不似皇叔平时的水准。那首诗是小人做的。他怎么
顾春华，这怎么可能啊？这是，这还怎么是他的事？对吧？不愧是女子英才，恭喜你，今年簪花诗会的会首便是你了。这青龙卧墨池和苍灵志便是你的彩头。多谢公主。哎呦，苍灵志啊，怎么？怎么会是这首得了第一？这些人是瞎了还是傻了？只怕是聪明反被聪明误，你还不明白？其实咱俩今天就不该来。哎，说实在的，今日投名不是惊鸿雄，实在是难以理解。因缘际会，得名还要看运。恭喜穆公社。沈兄，我也好生羡慕你可以拿到苍灵志这个孤本。沈兄放心，在下定会借给你看的。那既是如此，我就先提前谢谢穆公社了。沈兄，在下是不是第一个能在诗作上赢过你的人？这姑娘怎么得了第一名没数吗？是啊，穆姑娘才高八斗，在下好生敬佩。果然是这样吗？那在下可真是太荣耀了，谢谢沈兄。今日这场诗会着实不公。不是按照你的意思改了规矩吗？可是这穆卓华何德何能能得了头名？众望所归，不得不服。哎，黄叔，你评评理。这是你们年轻人的事，与我何干呢？你一心维护这个沈惊鸿，是怕别人不知道他是你的人吗？哼，那知道了又如何？我懂你爱才之心，不过这个沈惊鸿桀骜难驯，你可要小心些。沈惊鸿何时桀骜难驯了？黄姐，你识人不准。倒是这个穆卓华也算个有才之人，他奇思妙想，妙语连珠，殿试上没准儿会得到父皇的青睐，例如三鼎奖。想不到柔家竟然如此赞赏他。这姑娘有些不讨人厌的小心思，确实讨人喜欢。就连沈惊鸿对他也有别于旁人。依我看，他入翰林院是十拿九稳之事。哼，这穆卓华不过是投机取巧，还贪生怕死。但你与皇叔，难道真是我瞧错人了？罢了，你看中你的沈惊鸿，也不要针对穆卓华才是。你生来高贵，却不知道像这样的女子走到今天这一步得有多难。公主，穆卓华以女子之身走进会试考场，与一众男子争一席之地，本就万分艰难。今日本宫对他偏帮几句，对你过多苛责，千万莫怪。公主仁心仁德，鄙人又岂会在意这些？你对他今日诗会夺魁作何感受？有人为了赢四处奔波，有人为了赢机关算尽，
有人为了赢不择手段。穆卓华在此事上当得一个巧思，令人敬佩。你倒是与常人不同，眼光通透，看得明白。公主，这儿落了幅画。来，多喝点水。柔家公主可真好。郭居里也好。你当然好，你可是我最亲的人。小姐，那定王殿下是好还是不好？定王殿下我还不知道，但我觉得他不信任我，你知道吗？在诗会上他倒了一杯滚烫的茶给我，我想他应该是在惩罚我，把那破诗扣在他的名上。不过他倒也没有当众揭穿我，也还算是个不错的人。来，快看这花。正好带本王转转。王爷，这院子荒废很久了，满屋覆尘。无妨，傅盛如当年被抄家，家里只留下一些不值钱的家事器物，回家发黄的旧遗书，库房里还有些发霉的药材。属下快速翻了一遍，并没有与淮阳散有关的线索。没有。王爷，要不然让赵院士过来瞧瞧。清理之后请他过来。傅盛如的旧物本王要一一查看。是。是。巨马河一战，三万人亡死。世人畏我，小人恨我，皆道我有不臣之心。我从来都问心无愧，却没想到亲近之人也在暗中猜忌我，为此竟不惜动摇国本，牺牲掉那么多人。难道皇家真没有亲情在？亲情，菩萨明鉴，哀家的亲情全都给了亲生骨肉，为什么要给旁人？哀家年轻的时候也愿意分些亲情出去，可是得来的结果呢？太后，前往延州查探的人回来了，穆卓华的身世看起来并无异常。延州人士，与怀州穆家沾亲带故，自幼家境不错，所以才有机会读书考试。若当真与旧事毫无干系，
那刘演带他去天童山做什么？听闻他容貌秀美，长得不错。看来我们的定王也是个不能免俗之人，一个小姑娘料得也掀不起风浪。保险起见，你好好盯着。